大家好，我是2003年年尾加入 KTSF 的，咁所以數下手指嘅話，而家都18年噶啦，主播都已經超過10年啦，係啊。而家其實就唔係好緊張啦，不過咧，即係最當初開始嘅時候咧，其實就好緊張，個心咧噗噗咁跳，即係好驚講錯嘢啦，咁啊好驚讀錯字啦，咁。但是現在就因為做了這麼多年了，所以現在都是輕鬆很多的。剛剛加入 KTSF 的時候是記者，所以經常都會出去跑新聞的，做各種各類的新聞都有，會採訪民眾，會採訪一些政府官員，會做不同的故事樣的。近年就因為做幕後比較多了，其實做記者是一路以來都是想做記者的，我讀大學的時候是讀英文傳譯系，當時其實就已經想做記者，在我讀大學的時候有機會做實習，我那時實習呢就是做記者，到我畢了業之後呢就轉為全職記者，一路到現在都是從事新聞行業。我為什麼做記者呢？因為其實即係做記者對新聞有一個熱誠啦，好希望係為社會發聲。因為大家一般民眾其實佢哋係冇權冇勢，咁但係佢哋遇到唔公平嘅事嘅時候，可以點樣咧？佢哋可能求助無門。咁我覺得做記者其實有一個使命喺度，就係要幫佢哋發聲。咁所以一路到而家，我都係好中意做記者。最難忘啊！其實要講的就是應該是我那陣時實習完在澳門，在澳門那陣時做駐澳門記者，是幫一個香港的電視台做駐澳門記者，實習完了之後就轉做兼職記者，那陣時都算是剛剛入行，做了一個幾月，突然間就是當其時是澳門回歸之前一年，是1998年的時候，1998年的9月，那陣時去採訪夜晚黑半夜的時候採訪一單新聞，之後一路在條巷那裡採訪，突然間發生爆炸，在條巷裡面我是見到個火球在個巷口那裡一路飛過來，當其時那個爆炸呢就有很多記者和攝影記者受傷，我有兩個同事呢當場也都是受傷的，我陪著我其中一個同事啦，同埋一啲行家啦，陪佢哋去截的士，去送佢哋去醫院。因為即係自己係啱啱入行啦，咁啊未經歷過即係任何爆炸事件啦。當其時親歷其境嘅時候，其實係我諗嗰種驚嚇係令到個人咧係一路喺度震緊，即係一路嘅心咧都係定唔到落嚟。亦都好好彩，就係當其時係我個人冇事啦，我自己係冇事嘅。如果我有事的話，可能我爹哋媽咪都會話即刻不俾我做記者噶啦。係啊，好感恩。我而家主要是星期三和星期四報新聞。其實我是不識化妝，所以咁多年嚟我都是化一個妝嘅啫。一個妝咁樣，大家即自己是比較熟手啦，可以咁講。有時啲觀眾咧就會走嚟同我講，就係話：哇，你好犀利，記性好好喎，你可以記得咁多新聞嘅內容嘅咁。其實呢我就跟他們說不是的，我不是背出來的，我們其實是有字幕機的，我手上這個呢就是我們可以控制那個字幕機的，但其實很多時候呢現場新聞呢我們其實是有字幕操作員的，他會幫我們去按字幕，但是有一些突發的情況呢，我們想即控制那個節奏的時候呢，我們就即有可以用這個呢就可以自己去按那個字幕機，所以我的記性其實沒有那麼好。真相大白，我們是現場新聞，現場新聞報導的時候就是什麼狀況都可能會發生，可能字幕機會出錯，又或者是我們播片的時候播錯片，你出錯有錯就要認，所以在這些情況下就唯有去執生，執生就是說啊，對不起，我們出現了一些技術問題，我們要看下一節的新聞，看下一條新聞，看下其他的新聞消息，這樣就跟觀眾去解釋的情況。其中一個執生的情況就是突然間停電，在我們直播室裡面就是突然間閃一閃，